今天这 MV 啊，拍了30年，所以拍到我们都变老。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老伴儿的一对幻想。我只能说，我们今天的 MV 呢，一整段就是呈现真实的人生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很相爱，然后老了之后呢，就是我要站起来的时候，老伴也不服我，然后眼睛对看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散发出恐惧跟险恶，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。我没有推你，我就不错了，我还服你。你现在心情不好，因为我的老伴一直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，他一直说。你长得太邪门了，长得好恐怖，邪门歪道。我每次那种甜蜜的感觉，看到他我都化为乌有。说实在，我现在右眼是有点看不见东西。这就是白内障、青光眼之类的。我的特殊妆好像有点太特殊了。不会，我觉得你以后老了应该就是这样。我奇怪，奇怪，说你还在那个梦境里面，然后。你会转头过来先看一下，一醒来，然后看到那个，对，他怎么是这个老太婆？然后你又想说，哎，这可以再转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缺口。你有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睡太久了。今天我们请了很专业的那个特殊妆的那个化妆师，然后效果非常好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哈林哥不是老人，他分明就是已经尸变了。我来看一下，像不像僵尸片啊？你演僵尸，你还笑我？你根本就是已经被从坟墓里挖出来，你快回去好不好？你长得那么邪门，你看镜头会不会裂？你脸不是老，你脸是烂，你知不知道？谁能比我更哈你？哎，你知道我赚钱发财，现在就急嘞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听你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